文老爹赶紧玩。今天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柏林召唤七周年了。那么这一次七周年准备了一个比赛，我们分成两个小队，哦，大家看一下两个团队啊，有贝利梅跟老爹分别领军。那么上次有跟到直播的应该都知道哦，我们是比赛输的要请吃鸡排。现在老爹这边，现在老爹还没抽哦，听说我们是落后贝利梅的，一切能不能反败为胜，就是看老爹这一次的，懂吗？每个人都抽100张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规则，就是说，哦，如果你召唤的时候一个闪电加一分，连续闪电加三分，即自选七只的四星角中三只加七分，自选七只三星角全中加七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帮老爹计分一下，你们也知道我数学不好。现在七周年活动哦，送自选角色100抽哦，每天登录就可以获得七周年纪念的召唤书，最多可以获得100张。七周年召唤书是这次推出的新召唤书，玩家可以挑选七只五星的魔灵、七只四星的魔灵跟七只三星的魔灵作为召唤池，打造召唤你想要的魔灵。那么还送一张必中五星的召唤书，活动期间每消耗10点体力即可以获得一个七周年纪念币，累计1000个纪念币即可兑换必中五星召唤书。各位观众，没问题。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老爹的手气怎么样了。我现在有111张哦，我只能抽到剩下11张，对吗？老爹打算送几块鸡排靠腰，就跟你说找贝利梅，怎么找我呢？我可以得到53分的啊，就是这样。第一抽三星，三星有分数吗？四星以上会冒闪电啊，给我看个闪电吧。闪电，闪闪的电，还是没有。说真的，帮我排最后一天，我实在是有点紧张。贝利梅一直闪，再来，狼人，好飞，真假的，我很飞哦。老爹看起来要下去犯亲了，犯什么亲啊？我帮老爹统计一下，截至目前为止得分是零分，谢谢你哦，零分。好，再来，可以加码真奶吗？我才不要加码嘞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跟你说，基本上三星的应该会全部抽满，三星的应该会全部抽满，所以保底七分应该有。打个闪电吧，闪电啊！闪电！我七分了，我七分了。最近大家都很想要闪电了，超希望赶快那个闪电，然后狂下雨的，狂风暴雨的。对，应该要设个100抽都没闪电加50分。这个卢佳琪很有想法。我跟你说，要怎么样的好运才能说100抽都没闪电，懂吗？不会到最后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吧？拜托，给个闪电吧！30抽哎，旁边的树点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每个人都叫我把树点掉，砍正中间的树，砍树，砍树，知道这个会比较好中吗？来，哎呀，我把全部的树都砍光光。你们是不是在整我啊？贝利梅13闪，真的假的啦？贝利梅13闪，我觉得我想要跟贝利梅讨论一下，是不是连续50抽没有闪，加30分啊？啊，有了，终于有了。
四星，没问题。如果连续第二个闪电就会加分嘛？来，闪电一个。好高！我现在已经有一次闪电加一分，自选七星、三星全中，应该算应该有了啦。所以我现在七分、八分吧。有了，五星。哎呀，四星的，这样我两个闪电呢，画面挡啊，对，靠腰，画面挡住了，中了啦，中了啦，我现在一个闪电哦，我如果再中闪电是那个哦，是加分的哦，来，闪电啊，哎，有，再一个闪电。我四星的已经拿三只了吧？剩下二十四抽，二十三，二十二，二十一，二十，十九，十八，十七。十六，十五，我先问一下这个鸡排是怎么送。做人哦，永远要抱持着一个信心哦，知道吗？一个希望哦。也许我们十五抽中五只五星呢，有没有可能？各位观众懂吗？都有人走在路上被闪电打到了。速抽嘛，对不对？是死是活就看这次了。光速抽，鸡排呢会在魔灵召唤的粉砖哦，魔灵召唤的粉砖公告、哦、各位观众啊，最后五抽，我已经偷偷多抽这么多嘞，讨厌啊！